还是夜市生意，让你继续看下去。好，各位，就是谢谢你们过来这里，然后就那个抢签会就结束，然后现在是那个就是现在是签就是签唱会，现在是签唱会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对啊，就先，然后就请你们就是帮忙推荐那个7月5号到7月7号的演唱会，在德沃，就是请你们的就是推荐给亲朋好友这样子。那我们家就听从那个我们工作人员的指示，然后从外面再排进来，等他们到外面的时候，会有工作人员会带你们怎么签名。好，就是，但是我们这次只能签，就是只能签票跟有关他的商品，所以然后其他的东西我们都就是今天不签。好，请大家配合。好，谢谢。